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二题啊，他为了预防禽流感啊，营养师吩咐鸡场主人每天必须从饲料中提供至少30单位的营养素 A 啦，至少36单位的营养素 B， 至少呢24单位的营养素 C 啦，好，给他的鸡群啊。这三种营养素可由两种饲料中获得，哦，这是第一种饲料，这是第二种饲料，且是第一种饲料每公斤哈，售价4元，那并含有5单位的 A， 好，然后这个9单位的 B 呀，好，啊3单位的 C， 第二种饲料呢售价是8元，含有6单位的 A， 4单位的 B。28单位的那 C， 好，好，现在假设哈，鸡场主人哈，每天使用哈，每天使用 X 公斤的第一种呢饲料，那 Y 公斤第二种饲料，就能符合营养师的吩咐了。若鸡场主人想以最少的饲料成本，好，那成本哈就是那个。你买饲料的金额嘛，买饲料的金额的话，你第一种饲料买 X 公斤啊，所以是 4X， 啊，第二种饲料买 Y 公斤嘛，所以是 8Y， 要让这个成本最小。哦，若鸡场主人想以最少的饲料成本来达到鸡群的营养要求，那一写出 SY 必须满足的不等式。哦，首先哈，它使用量当然都必须呢大于0，Y 是大于等于0，然后它营养素 A 哈要大于30单位，那 A 的话呢是从这里来或从这里来，这 5X 加上 6Y 哈，好，这 5X 加上 6Y 就要大于等于多少呢？30单位，然后再来 B 营养素 B 的哈，9X加 4Y 要大于36， 9X 加 4Y 要大于等于36，然后营养素 C 是 3X 加 8Y， 3X 加 8Y 加大于等于多少呢？24，好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条件。好，好，所以五个条件啊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看这是第一小题。第二小题，他说当饲料成本最少时哈 ，SY 各多少？好，那我把这个图画出来。这个图哈，这是 S 要哈，这是 S 嘛哈，这是 Y。哦，这个 X 要大于 Y 要大于，然后就把它除过去，除过去的话多少？是 X 除以6加上 Y 除以5等于1，那 X 这个假设这里是6，它这里比6稍微小一点，哦，这是，好，那这一条线就多少？ 5X加 6Y， 现在大于等于30，大于等于30，那大于等于30呢是在这个区域，啊，另外这个呢除过去哈，9436X 除以4啊，加4936，啊，再等于1，那X 是4，哦，在这里啊，哦，这是4，那 Y 的话是9，哦，这个大概在这里，哦，所以是这样子，哦，它要大于等于36，这个是 9X 加 4Y 啊，等于36那一条线，它大于等于所以是在这里，这个除过来，除过来的话多少呢？384嘛 ，X 除以8加。
24除以8的话多少呢？83。好，那等于一。所以 x 哈是八，八在这里啊。啊 ，y 的话是3，大概在这里。啊，所以这样一画。啊，大一点，所以什么呢？所以是这，所以是这一块区域。啊，这一块区域。好，那我们要把这些焦点呢，把它找出来。这些都可能是吧？可能是最小值。好，啊、现在的话哈，它算这个哈，这个最小值嘛。这个你如果把它当常数的话，它斜率是吧？二分之负一啊。所以是平的，比较平的。平的话哈，然后呢，最先碰到的，最先碰到的话哈，不是碰到这一点，就是碰到这一点。哦，这两点其中一点，那我比较一下哈，这一条斜率多少？这一条斜率，这一条斜率哈，我们知道这个，这个刚说是3对不对？啊，这是8，三八的应该是这个，哦，这一条直线是3x 哈，加8y 等于24，这一条斜率啊，斜率是。八分之负三的，八分之负三。好，啊、我们刚刚说这个的话，你如果当常数的斜率啊，好，这是叫做 m 一好，这是 m 是等于二分之负一嘛，好，这等于八分之负四，八分之负，这八分之负三的啊，它是八分之负四，八分之负四，所以这个比较缓的。这个哈、哦、比什么呢？比这个还更缓和，所以先会先碰到这一点，先碰到这一点以后再碰到这一点。好，因为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八分之负四哈比较陡，八分之负三比较缓和，所以会先碰到它以后再碰到它。如果是同样什么呢？如果这两条线是平行的话，一碰的话它会同时碰到这两点。那现在因为哈这一条线比较陡，所以会先碰到它，以后再碰到它，所以这个就是极小值，这我们要的极小值。好，啊，这极小值呢是由什么？由这一条直线，啊跟这一条直线，哦，所以是多少呢？所以是3x 哈加上8y 哈等于24，啊跟什么？跟这一条直线是5x。加上6y 等于30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求它的焦点。求焦点的话，哈，我带公式解好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，18减掉5840，这就多少？40减18，二，三减一是二嘛，哈，对吧？三减一是二，没错。所以哈是，18减这个，所以是负22。啊，然后是这一个减这个，就24乘以6，减掉38，24，21。6是24积2，6二十二，十二的话是4，减掉24。240减144，这是6，那这应该是9，就是6。好，这个嘛哈，减掉这个，它是负的哈，这是负的，负的就是6，所以啊，这是11，24的8嘛，2816，所以11分之48。哦，这一点 S 坐标是11分之48，那 Y 坐标呢 ？Y 坐标的话，哈 ，Y 就等于多少呢？负22分多少？这个90啊，减掉这个24乘以5是20几了，或者120，所以这是22分之120哈。
120减90是30。2又2又2又25得10。所以11分之15。哦，11分之15。我就当哈，当这 x 等于11分之48。哦，就是说第一种饲料呢使用了11分之48公斤。那 y 是等于11分之15。y 使用了第二种饲料使用了11分之15公斤的话，它的成本最小。它成本最小多少？最小我就把它带进来，带多少呢？成本最小是11分之48，啊，这11分之15就等于4，乘以11分之48，再加8，乘以11分之15，这样多少？48×32=3，40×16=19。加8×5=40，8×8=120，这是11×11=312，所以11分之312。哦，所以呢成本哈、哦，成本呢最少是11分之312元。